上来，有一事相烦，官方老先生做事，望大人选明月正好，真女真嘛，也不必称叹，只需用老先生一句话去还礼。哪里哪里，我们府上有一席子名叫奇怪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度是不见委屈，四次寻找作证，听城内忠臣传说，奇怪已领了帮佣相交成婚。听说逃出府去也是李郎的，是大人说的，故此王爷派我前来做奇怪之事嘛。哼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
吼！